看到这四位就知道今天要带大家重回笑场风华。从此后听到这条乌玫瑰唱法蛮好听的啦，那乌玫瑰，我们就主要在把多一条，人多也客的吼。有一条歌，好，看咱的默契好办。无听后面我地叫，嘿咻嘿咻。无听后面我地叫，嘿咻嘿咻。我白笑啊！亚萍姐，这首歌若无唱，真正对不起乡亲朋友啊。好像有点淹水哈，啊，这样子我会变成我家里那条红龙哎。唔拉只话呢，后边个马顺利甲顺来演的爱情故事，超级好笑的内容，千万唔通错过。今日八日暗时6:30，超级夜总会。